大家晚上好，是今天跟上次一样，我们来做那个 SD 钢弹的试作品。嗯，对，那这次是巡域。对，那我们上一是开周瑜。对，对，所以如果还没看的朋友，可以在上面资讯点一下。嗯，那巡域应该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一开始就跟在曹操身边的一名军师。嗯，对，他是算很狠。对，他给过曹操大大小小的意见。我听过，他一定很有名吧？嗯，对的，嗯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直接来煮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那我们现在零件都在这边了，它就是六片。嗯，那它的贴纸是比周瑜还多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那徐玉这支的话，它是从枪西钢弹改的。也是 Seed 系列，它是 Seed 本传 ，Seed 本传它一开始5台钢弹，然后被偷走4台，4台剩下5台剩下1台就是长崎钢弹，就是黄大河一开始开的那一台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组装吧。来组装吧。这次又是没有说明书，又没说明书，又要凭直觉喽。好，那现在是我们的细节时间哦。这次是巡域嘛，嗯，那主要是以黑色的配色为主吧，红色的配色为辅，对，就其实蛮素的。那我们刚好说它是就是枪击钢弹，对，所以它配色变了嘛，原本是什么配色？就是红蓝白，嗯，所以它就是把蓝色改成黑色了，是吗？白色、蓝色都换成，基本上都是换成黑色的。对，感觉有点阴沉的感觉呢。坏人的感觉。魏国也不是说都是坏人、啊，其实魏国荀彧算是还蛮那个的，蛮棒的、啊。坏的没有啊，最坏的是那个最心机的那个，就下一只要煮，妈坏坏，坏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啦，只是他那个脸那两条会让我想到驯龙鸣人。对，然后他这次是拿双枪啦，还不错啊。不错，嗯，对。然后一开始我们组的时候，你组到头了，就是说有点丑。原本没有加那个角胶天线的话，就很丑啊、嗯，真的超丑。对，然后他这次没有像周瑜那样有那个小毛毛，就像吕布不是什么三叉束发紫金冠？对对对对，对，就是那个。那这次多了一个雷射眼镜啊，可是我知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要诠释什么？我把那个雷射眼镜。好，调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不太好瞧。嗯，这不太好瞧。然后把它分开的方式。对，然后因为它你瞧了，它那个卡榫就会分开，就有点不知道是不是之后设计会改。对，然后那雷射眼镜弄过来的话是差不多这样，变成这样子，不过就有点怪怪的啦。嗯，对啊，有点中二。那有些动画都会出现嘛，戴着那个眼镜。对，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后面，那后面就没有像周瑜那样那么的华丽，它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就是一个小小的翅膀。对，一个小小的翅膀，锐步还不够多啦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对，那旁边裤子这边也是几乎是全黑的，啊，只是有做一些金色跟贴纸，还有一些小红色，嗯，这样子。整体上来说，我真的觉得蛮素的。就整体配件没那么多，其实还有一些贴纸没有附。我们没有整个贴完，对，脚这边其实还有一些贴纸。他出的那个形象图上面，其实脚的部分是还有贴纸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正式版本。嗯嗯嗯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的巡域。
那经过我们刚刚的激烈讨论，那我们这支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，一个小时多一点吧，差不多。因为上次煮过周瑜了，所以其实这次徐玉就是会比较顺手一点，但其实都还是叶渊在煮。他 SP 就是这样，他很多部件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像你就看到那个部分就知道啊，身体，啊，那个部分就是脚、手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就比较得心应手。对，但是还是会有地方卡住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没有说明书。刚刚这样子看下去，这次算比较顺。这样煮起来，我觉得是真的还蛮帅的。那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要镭射眼镜。对，你刚刚有展示，就弄过来给大家看。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有点麻烦。可能这次版会比较好一点吧，因为它这边后面的卡榫不是很好，不是很稳啊，有时候就会分开这样。对，对对对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是还蛮帅的。嗯，比终于好看，因为小当代嘛，就是全部都金色的。所以变成说它能变换的部分比较少，可是强洗的话，它就要像它把它改成黑色嘛，然后再装其他部件跟贴纸，就会变得好看比较多，配色方面会比较好看，对对对。我们刚刚也去查三支的照片嘛，那刚刚其实有看到司马懿，这是我们下一个要查，对对。那刚看的照片其实我蛮期待，真的还蛮帅的。这个复杂度应该又更高吧？看起来应该又要烧脑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其实组装模型不是在我的领域，我顶多就是剪剪配件、贴贴贴纸，帮你磨个汤口。对，我顶多是这样，就是花瓶。其实你有讲到说，他们都是五国，但是为什么他是强袭导弹，然后可是司马懿却是另外一种比较新的机型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其实我自己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毕竟荀彧是在比较前期，就是曹操那时候写出“苍天已死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其实荀彧在那时候就在，他是跟细之才那时候一起有在，可是细之才是比较早，可是司马懿是在后面，他比较偏后段才进，对，他是后段进去，然后。我还想是因为这样子机型有新旧，有可能，我猜是这样啊。不过那个还是要查。对对，那如果有查过知道的朋友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让大家知道。对，交流一下，互相交流，交个朋友吧，顺便订阅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按一下小铃铛。我是豪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